梁博，梁博，共同响应全民集体的走入民主活动大会。我们在这边呢，有非常多的韩国的好朋友，韩国的侨界，还有我们的台商朋友，一起聚集在一起呢，我们一起与台湾同行 ，Walk with Taiwan， 我们大家一起来支持，应该台湾呢、啊、要能够被邀请参加这个世界卫生大会。我们一直觉得这个开始，今年是第三年了，连续第三年了。왜냐하면이건강과의료는그리고복지는어떤정치적인문제가아닙니다세계인들의건강을위해서또복지를위해서참여하겠다는부분에대해서는우리전세계가환영해야된다고생각합니다하나 있잖아요.